怎么样，还难受吗？别动！你去哪里了？哎呀，我去山海间了。山海间？嗯，花婆婆说那里有一株灵草，能治百病，但是得用清晨的甘露才更有用，所以以后每天都得早早起床去采药了。你以后不许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辛苦了。我不觉得辛苦啊。这草药对我没用的。你连是什么伤、什么病都不知道，怎么知道药不管用呢？草药太危险了，万一你出事了，那你……我现在是凤凰，我能飞，你还怕我摔死不成？好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这张嘴就留着喝药吧。哼。